若日尼奥需要更多帮助，切尔西主帅萨里因为一直坚持使用若日尼奥遭到了很多的质疑，并且若日尼奥的表现也不够让人满意。但是利物浦名宿卡拉格认为，若日尼奥在比赛中应该得到更多的帮助。赛季刚开始的时候，这种模式奏效了，但是随后其他优秀的教练开始有所行动了。他们在比赛中盯紧了若日尼奥，面对着需要调整43-3阵型的挑战，萨里的回应令人失望。但是我为这名中场球员感到遗憾，因为任何一个被盯紧的球员都会感觉到困难，就像我们在阿扎尔身上看到的那样，当你被盯住的时候，这是一种尊重的表现。若日尼奥需要帮助。